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andy 的人。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是《战车世界传奇战》，那我们直接加入战斗。现在有89位玩家。那我这几天摸，我说实在，我也不知道在打什么，各种被打死。然后两台战车一起靠近的时候，我竟然打不到那个人。那教学模式的时候啊，竟然他没有跟我讲说有抛物线这个问题，到现在我都还不晓得子弹要打多远，那个抛物线到底要怎么瞄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就。我不知道啊，他的准心好像，等一下进去打都靠感觉打。好戏开场了。一开始我还真的觉得说，我是在跟电脑玩吗？玩家一大堆，可是我觉得好像都是电脑人一样。哇，他们怎么这么快？他们有用那个加速是不是？侦测到了，这是坐远的狙击哦。哎，我该杀谁好了？这人快挂哎！哇，谁啊？队友开枪了。雪特、欸，对啊，就很奇怪哦。我就自动瞄准打开好了。173谁打的？我吗？怎么会有这种数字？训练以来都没有打过这么痛。哎，你真的很夸张、哦。嗯，瞄不到他、欸，奇怪。呀，我可不可以修理了、啊？暗示成员已治疗，我不晓得我的驾驶员血量在哪里、欸。按6，不需要修理。所有配件完好。啊，打过来了！哇操！原来他在那边哦。啊，我应该看小地图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刚分心了。这个人躲在这边不会被发现吗？然后交战哦，两个人黏在一起，76而已啊，怎么不打了？10滴，这回合只输出10滴哦，我靠，输出64滴在你身上，你又输出10滴在他身上，为什么？我靠！下一波64解决他。哎、欸，好奇怪，不可思议、啊。他靠用我的尸体来做掩护，那个310被打到那边了、喔。我靠！还有一个人呢，还有一个敌人。哎、欸，我们 GG 了。哦，原来他好像是你要给战车瞄准的时间，他才打到人。不行。这个不晓得，他的教学模式我真的，他没有完全教得很清楚。
一下四只这么多人，290几是怎样？这只真的好硬、啊、自动瞄准好了。等下他是那个叫我打哪我就打，我就瞄哪，是不是啊？找不到他，你还没有看到我、欸，可是我可以瞄啊。他怎么这么软呢？94真好。好难秒、哦、151是我打的吗？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哦，如果可以从后面绕打他就好，转错地方。然后死了，每天第一次赢诶、欸，不过好歹我这台才二阶而已，哦，难怪。机长要我战车，这么快发现敌人，好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是用自动瞄准的，虽然不懂原理是什么。我们先把那个250的一起干掉好不好？我觉得他落单了。真的真的，他死定了。
35，不行，他我穿甲弹比较适合打侧边。那时候还有讲，或是后面。哎，这还是后面，真好。什么？我真不晓得我子弹怎么飘的。OK。58而已。我要着火了。打掉了！我靠，被发现。那个应该可以先击杀吧，那个188的。撞他好了，来。没有击中。打得漂亮。夸张哎，你的杀伤力。又搞定一辆。先晃他好了，谢。好痛啊！他那个三连发到底是什么？我好几场都遇到那种三连发，好夸张！看到有打到200滴的。是什么炮管可以三连发？速度快车有比较吃香吗？我是英国车，我靠，他被我靠，好强哦！血410又可以速度那么快，单挑了。第三人车看不出来，他要确认看到那个，他才模组才显示在你的画面。这样很驚耶，两个人都知道他在哪里了。对啊，这样很驚耶。这个人好像蛮强的，不知道霹雳2好像很强的坦克。哇，他头转得很慢哦，这就是我刚刚瞄不稳的关系哦，因为他的头还在转，可是我画面已经转到了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了，他用他的速度优势把他打趴了。在这个战车，我这样打下来，真的觉得哇，好强！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打什么。那我的影片想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，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